好的，就在刚刚几分钟前呢，总统车队突然的来到高雄的左营军区里头，因为呢，就在今天中午左右，总共呢有六名的这一个军事官呢，就在左营的外海落水，而目前知道呢有三人获救，三人还在持续的搜救当中。而根据了解呢，这是一艘属于256船战队的海虎潜舰，当时呢正在左营外海执行任务。结果发生了装备脱落，当时呢立刻实施浮航固定，派遣人员呢要到甲板来进行检查，没想到疑似遇到风浪太大，有六名的军事官呢被打落水面。而根据了解呢，当时他们身上都有穿着救生衣，也因此回报之后，目前军方呢除了派出 S 拐洞 C 的反潜直升机在空中进行搜救之外呢，也派出了其他在附近的这个船舰呢来回的来进行搜索。而目前知道呢，被救起的三个人里头呢，包括一名诚信少校，以及从信的上尉跟李姓士官。当时被救起的时候，三个人意识清楚，而且暂时是没有送医的需求，显然状况还算 OK。不过呢，另外还有一名林姓的士官长、严姓以及张姓的士官，三个人仍然是失联的。而根据了解呢，在今天呢，高雄外海的风浪呢约3到4米高，属于大浪的等级。另外呢，风是吹起了7到8级的阵风，瞬间阵风呢更高达10级，也因此呢，疑似在这个甲板的时候遇到了突发性的这个阵风呢，才会导致这个人员呢跌落水面。而目前呢，高雄的这个气温呢有18、19度，因此预估海面上的温度恐怕呢也将近有不到20度的情况，所以呢，在整个一个温度偏低，而且风浪很大的情况之下，整个搜救进度呢持续当中，而且呢也要跟时间来赛跑。另外呢，总统蔡英文原本今天上午参加屏东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启用典礼，下午来到高雄的凤山进行庙宇的参拜行程，但在结束第一个行程之后，得知有官兵落水，也立刻改变行程，就在刚刚4:12左右，整个车队已经进到了左营军区。而目前呢，军方也已经除了一边搜救之外，也已经通知这个家属到场，希望可以安抚家属，顺便也告知他们目前最新的搜救进度。以上呢是目前的最新情况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